今年度最后一场观光工厂的嘉年华，29号将伫嘉义区国王家族羽绒服饰观光工厂来登场，结合周边附近的观光工厂甲嘉义的在地的特色，依照国民大会绿能路跑甲观光工厂 DIY 体验、非之不可时尚创意走秀、观光工厂手作市集等等四大主题，甲大家来见面，现场消费阁会当来摸彩，互你规工耍袂停、耍袂完。啊、现场其实也安排一些包含满额消费满额送还有抽奖的一个活动、哦、那只要在当天来消费满1500块就可以获得摸彩券一张、哦、另外消费满5000块可以获得限量的一个保暖毯、哦、所以诚挚的邀请我们的一个民众能够共同来感受台南观光厂嘉年华活动、哦金华局表示，借着各种特色的观光工厂主题行销，搭配台南市观光景点，带你搁较侪人潮。参就是29号这场，除了有10间的观光工厂，甲20间的摊商联合展售多种特色的服务甲美食，搁有一连串的精彩表演节目，千万唔通来错过。精彩的活动内容，会当就台南市观光工厂的网站来查询。咱的新闻小明星新雅昌报道。